啊，我给你，走着，晚点看，我钱没来，好稀罕，没来这个做做两回你，对，送过来的你，都不想着挺好，嗯，就是夏天，两回再冬天再炒两回吃，哦，那冬天了再挑菜，哦，可稀罕呗，现在你看现在，都不想着不来啊，嗯，也挺好，嗯，到了，吃个稀罕吧现在，啊，这不刚把那个钱没了，哦，是啊，正好差一个。那俺吃一个吧，吃点完都你又不行，又你到外头，哎呀，到时候洗干都得了。哦，嗯，看到了，到那挺好，这是不会倒，不也别的。哦，有凉水，凉水。不是他不冒油价，我停停停了一下呗，你看你这两两晚上一晃一晃一倒挺好。俺倒凉水都有了，嗯，一人供着呗。 嗯，还是时间紧，恁看回正经。嗯，我这是姐，我太小了啊。哦，那你结婚了差嘞？嗯，结婚了差嘞。刚认识，你看我爱钱，我爱钱来说，差这两份吃吧。把他那个，再不喝两份都搁那来，都没来。哦，都没来。干果子早分来。果子早分吃。没钱。哦，吃钱。还冷冷的。差两份。差两份都炒肉汤。哦。我见不着人家那个那啥那个炒。 好凉快，好凉快，你得听我吃呀。是，听我吃吧。哦，这凉的水就又漏凉了。哦，那我俺回去，你马上一蒸一炸，涨水了。啊，回去把涨水就只会消。就定，知道了是吧？哦，那你就放在这吃呗吧。不来，不来，俺老嫂子给俺奶奶送这凉味的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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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跳车坐越火，就生鸭。啊，这鸭。哦，这赖我的，那大味儿的。你看，看两会儿。还能不拉风？挺好，你这，你这车有点。想叫给你安全。啊，他也拉吧。哦，你站着一人，你站着一人，站着一人。这头是天上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这挖一块，挖一块，你看。那边哪一块？你把猪大练了，你那猪大山练，你那上挖一块上那个，好，他瘦乎的。干乎乎的。哦，今天好让你馋的。你可累了。对，圆黄圆黄，瘦乎的。这不这个在这个凉快点，我家这个中午呀，拆拆凉水啥的，也不凉。不是，俺这开行了。行了。啊。哎，别来，你那，你这个叫油。行。不来。俺看你那可难，难，真难啊，是吧？啊，给个是炒出来了，俺呀。是是。哎呀，又粘住粘住。那这油啊，那出结了，出油好结了嘞。你不能我都不吃的，有的，啊，那有那能拿着的。这边，贵的，你看贵的，这还真难。啥好东西嘞？我你嘞，看看稀罕嘞。这东西可这真是稀罕，你知道的。啊，这今年就弄不下这东西了，年上才有这东西，年上没有。对。这年上都才整个这样。这可是新钱，这你找吧。哦，可以。我让这个电话钱给没了，我说几个那个号上嘞。哎，我说我也不会查，你让你教我吧，俺家教教我，查一点，查一点。我这个磨粉呢，这边正筛的呢嘛。我这一直让磨呢，这让那啥的。你看查这个好好的。查这个挺好啊。嗯。我查了在粉粉一家吃的，给他老两味，给俺老娘两味。哎呀，给吃完的，还给俺嫂子给点味点儿，给点点儿，再到车上不黑手啥的。可不是这那个家属煮的。这他这粉面粉也都磨了，这可稀罕，叫俺去当俺我。啊，哎呀，这时候可是稀罕。这都尝尝啥呗？喂，回来，真的。哪里稀罕啥？带两份，你这不稀罕啊？几个？我不是在那个钱磨的。啊。钱磨的，我说也磨肥的，要钱不歪的。我说我带东西，你还也是吃两份，今年就一顿没查光，我说咱们家钱。他说这有点钱，我说俺娘在家，我娘我也不会查两份，娘你教教我查两份吧，查两份。查这玩意儿挺好些，挺热乎。查两份，街上查查，给俺姥姥的人，给俺姑爷的人，给俺那边俺奶奶的人。哎呀，你这查的。在店里都尝尝，说是在这都稀罕啥的。哎呀，这真稀罕，查两份。
有钱还吃也能查。哎，能查点就查上，那不是没有我查。你查哪去我天？那小领。叫给你爸玩到了，你在那儿吃饭吧。可不，俺回去吃，俺回去。你说明个天天你爸说完钱也没了，也晒干了。你也给我查着两个，在这借房房，你家钱都摘了，我这是给俺家交给我了的。你看你查着还是不臭不行，很洗了吧，太软了，很臭了，吃干硬是吧？都退，嗯。你看你查着挺好，光光一个疙瘩也没。在这钱好呗。八十不来啊？八十来好，钱好。钱好，钱再好，八十来也不来钱。哎呀，八十好，钱不好也不来钱，反正两好狗一好。啊，对，也是这。叫去给拿一个，把这个倒了吧。我。到了到了，把味儿把两份给丢掉，把味儿拿了。不要味儿了。把肉丸子吃。我累。叫去给倒了的。你做完这媳妇拿去，叫倒了媳妇，你可在俺这吃饭了。叫你也给你倒了。好嘞，你倒。叫媳妇倒了，你做这媳妇倒了，你可在这外头这俺做中饭吃饭了，快下去。哎呀，可不能吃饭。可不能哎。哥，你去倒了。走。